在亞歷莎巴拿加的鬧劇之後，到底車路士怎樣應對熱刺這個同事的對手呢？第一個安排呢，他們就擺出卡巴尼到這場比賽打個正選的。至於前線的進攻組合亦都擺出希古恩密合住了，就是柏杜。咁啊，呢個波更加禁區裏邊有希古恩嘅射波啦，可惜佢啱啱塌塌地嘅情況底下就中柱彈走。咁的而且確咧，喺上半場開段咧，車路士喺前場壓迫嘅壓力都係幾大嘅，咁令到熱刺喺後防組織方面都唔係好暢順。莫里斯嘅解圍不遠啦，我做到希古恩射門都爭少少。咁上半場咧最接近熱刺入波就係呢一腳啦，麥哈利榮斯嘅遠射，咁拉到埋去咧腳腳面射個波咧，其實都拉得好靚，但係最終射中門楣。亞歷莎巴拿加成場比賽只能夠後備席嗰度睇啦，咁但係落場落強呢場比賽幾搏命喎，咁啊見到陳艾斯俾啲古大嘅比波，跟住拍到過埋艾達維特，咁啊然後就射破咗門將羅尼斯嘅大勢，咁呢場比賽羅尼斯都陰功啦，呢個波咧就係封近處，固然都封得唔係太好啦，咁拍到亦都射埋去咧，通過大勢，咁啊56分鐘嘅車路士領前嘅。麥艾斯比利古達俾個波時間恰到好處啦，帕杜個腳亦都係相當之密，避過咗標波嘅艾達維特。而呢一個入球亦都係唯一呢場比賽20次射門嘅一次中目標嘅啫。咁之後咧，其實熱刺亦都係大堆反擊啦，匯入咗譬如好似係魯蘭迪啊，甚至乎係其他嘅進攻球員，咁但係都唔能夠收復失地。咁車路士咧聯賽杯決賽又失利啦，熱刺亦都啱啱輸咗俾班尼嘅，咁啊估唔到禍不單行喎，因為呢個波咧就查比亞嘅回傳啦，就羅尼斯衝咗出嚟啦，結果波喺陣間做龍門口，變相就擺咗烏龍添，令到車路士喺卡巴尼到把關底下能夠順利勝出。賽前排第四位的阿仙奴當然希望在這個周中快車裡面贏波，繼續保持住前四的競爭力，這個希望很早他們就可以打開了，三分半鐘都未夠，一次就是傳送靚波來的，這個波就是高拿舒亞一側側過來找到奧斯爾先開紀錄，雖然保魯克就是拍到但是波都入了，跟著又控殺這一下，就當然了後防的犯錯導致就是阿仙奴可以輕鬆地領先2-0，跟住咧就係阿仙奴自己都送翻半份禮嘅，差唔多嘅情況啦。咁啊，班尼馬夫咧就喺接近30分鐘嘅時間咧，就係追翻較接近嘅紀錄啊，2-1。呢場比賽咧亦都係穆石啦，首度打正選，亦都咧首度咧本季入波。咁跟住下半場出嚟啦，當然班尼馬夫梗係希望守埋佢，然後咧就係幾時揾個位係爆上嚟。希望打個和局啦，但誰不知分零鐘阿仙奴咧就憑住佢哋個隊長嘅入波，高斯尼令到球隊咧就係領先到3-1。高斯尼嗰一腳咧已經入咗噶啦，奧巴美揚嗰下咧就真係叫做玩下嘅啫。咪跟住咧，其實都有球靚波出現嘅嚇，散到人之後咧突落嚟未頂嗰個位置，跟住後備入替，唔係喎，呢邊就奧巴美揚嚟嘅。接應咧就米希達一個靚嘅腳面傳送，阿仙奴咧就係領先到4-1啦。咪跟住咧後備入替嘅拉加石迪，咪出嚟咧就三波入唔到，都有個罰球方面顯下功格。咪最終阿仙奴咧就係大勝班尼茅夫5-1。喺聖馬利球場上一場護級大戰啊！沙林頓在主場迎戰富咸，咁啊兩支球隊分裂呢個尾二同尾三個位置。咁啊沙林頓有個好嘅係開局㗎，佢哋一路都係壓住呢個法蘭雷達，亦都靠啊係羅美奧咧先咪頭籌。咁上半場去到30分鐘，亦都有一個黃金機會啊！今次啊輪到係虛爾堡啊，佢嘅中距離射門咧，亦都係相當近薄。咁啊，今日啊，沙林頓嗰啲反擊啊，特別係快速同埋有效嘅。今次喺呢個中場接到個波，一頂頂前，俾咗呢個係查理奧士啲轉嚟係左路，咁諗住呢腳嘅射門啦，列文都搞掂噶啦。點知啊，俾門將嘅沙治奧域高啊救到。咁但係咧，仲有個係沃特包斯衝入嚟喎。咪俾佢射入咗
今季第四个入波，咁就帮助三人队领先2-0。去到下半场啊，其实啊，富咸都想积极反扑嘅，呢一个好嘅机会，控第一脚控得好好啦，麦德罗维走呢个位咧，亦都系走得系好精彩嘅。点知佢呢下再推到下喎，其实即刻弹埋咧，有可能效果好啲嘅。最惨情就系阿巴布一攞再叫再射，射得咁靓，散族人都弹中眉喎，几冇运啊！啱啱咧就啊争啲，咁最终啊2-0，咁就富咸咧输波。新鲜滚热辣联赛杯冠军嘅曼城啊，主场对住系排联赛榜第十位嘅韦斯咸。呢场比赛见到粉蓝色衫嘅曼城咧，开局早段都可以话已经控制大局嘅，亦都先后攞到唔少嘅入球机会。莫迪迪布尼嘅传中啦，大卫斯华嘅入射，第一时间撞埋去嘅时候，竟然间就撞柱不入嘅。咁当然呢球波就啊，可能系同阿古路有啲系啊咁啊嘅误会啦，影响咗啦嗰个系曼联嘅质素。其实下半场出嚟冇耐咧，作客嘅韦斯咸争啲咧系可以系攞命嘅。后边入替嘅兰斯尼个波突然间咧俾到个系啊致命嘅传送啊，安德鲁卡路尔反应都快噶啦，但系可惜又俾啊曼城嘅门将艾达神又话可以话神来之笔啦，呢啲波真系一啲都唔易救嘅，大难不死嘅曼城，结果系啊咁啊冇几耐之后咧有后福啦。后边入替嘅宾拿杜斯话杀入禁区博保啦，系菲立比安达神咧捆捆佢噶啦。你可以话菲立比安达神都缩晒手唔去啦，但系球证都毫不考虑直指十二码，阿古路亦都不负所托啊！呢个十二码亦都为佢带嚟英超嘅第18个入球。喺比赛余下时间，其实曼城都继续系控制住个战局嘅，但可惜啊，连番嘅射门啦，包括呢下连环炮，分别俾法比安斯基同埋费达力斯咧护到空门嘅。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，曼城主场只系能够小胜韦斯咸1-0。英格兰超级联赛榜首嘅利物浦对住系第七位嘅屈福特。两队波之前咧，利物浦咧同曼联打和啦。咁至于屈福特咧，上一场咧就系大胜加利夫城。咁啊，利物浦亦都有个好开始啊。咁喺第九分钟嘅时候咧，就亚历山大阿卢嘅传中波，好准咁啦，揾到文尼，都一个好靓嘅头槌咧，顶入去网仔。利物浦系领先嘅，跟住又系亚历山大阿卢啦，啊，亦都俾到系文尼。第一脚虽然控咗后边啦，但系回身一个后争。咁啊，不破時打喺無盡足之下咧，都救唔到呢個波。咁都未到20分鐘啦，利物浦已經係領先2-0。呢個角度大家睇翻啦，呢個波亦都冇越位啊。去到下半場嘅比賽，咁福特下半場初段都有少少反應嘅，咁但係之後咧，利物浦咧繼續都係控制戰局。咁啊，福特嘅防守相當被動啦，奧利基呢場波就普遍時間都唔係太多嘅表現啦，咁但係冇啊冇下啦。有三個後衞都係喺度行啦，見到你射入咗呢個波就贏到3-0，跟住咧又係亞歷山大一路，有傳中咧揾到咧就係助攻嘅中堅雲迪克，踢入咗咧本季英超嘅第二球，亞歷山大一路咧都去到咧個助攻嘅拇指戲法。不過福特咧今日喺場比賽裏邊咧就防守兩隻出波真係麻麻地啊，喺呢度亦都見到咧就係軒達神後備入替嘅球員。范文奴再俾翻过嚟，呢边系罗伯臣啦。今次嘅助攻轮到佢啊，顶波嘅都系嗰个人，云迪克。咁佢都举起两只手指啊。咁最后咧就利物浦咧都凭住云迪克嘅梅开二度啦、文尼嘅入球等等啦，大胜屈福特5-0。伤兵满营嘅曼联咪作客对住水晶宫啊！咁呢场咧着起啊粉红衫变咗粉红魔嘅曼联啦！咁啊赛前咧有啊马达啊、马迪啊、希利拉等等九位啊正选球员啊受伤，咁但系好彩有卢卡古啊挺身而出。咁啊上半场33分钟啊索尔做个助攻，咪俾卢卡古起到脚嘅。咁啊半场曼联领先1-0，下半场一嚟咧曼联即刻加强逼抢啊！咁啊即刻咧亦都系揾到机会啦，又系卢卡古。咪賽前啦，蘇斯亞查特別點名就話盧卡古呢個時間要啊起出嚟啦嚇，咪盧卡古真係做到嘢喎，咪所以蘇斯亞查咧都非常高興啊。下半場咧領先到2-0啦，
咁呢場波咧喺中場方面啊，費特啦、麥托文尼打正選啦，達洛治都拱咗上去打個客串，打個右翼鋒嘅。咁但係水晶宮咧，亦都唔係話冇搏擊之力嘅。咁呢個波咧，見到咧就係啊韋費特沙下嘅埋門啦。但係好出迪基亞呢個波咧就醒啦。韋費特沙下呢個波撳埋嚟，其實中籠噶迪基亞，咁啊亦都有反應，將個波推翻出去。咁但係韋費特沙下多次挑戰啊，艾傳到楊格啦，卒之贏到次啦。咪跟住再地波傳到埋嚟，咪再俾到碧舒亞爾，咪禁區頂嘅位置，咪俾到安祖斯唐森啦。雖然起唔到腳，但係中咗舒納普喎，傳到埋嚟，咪結果啊走漏咗啊，祖爾獲得呢個右閘喎。咪64分鐘，為水晶宮啊追成1-2嘅。咪當時水晶宮嘅氣勢如虹啊，咪即刻壓前嘅。但是曼聯去到比賽尾段又有機會啦，普巴今次俾咗尼亞樹利楊格立一立，窄角度之下勁抽埋嚟，咪結果咧老將嘅艾樹利楊格都有波入啊，咪令到傷兵滿營嘅曼聯，咪最終作客能夠3-1贏到水晶宮，可以話都收貨啦。